闲就知道我要介绍什么了吧，就是我身上这个休闲的套装。其实一套真的很方便嘞，所以我发现我们最近的新款很多，要么就是连身的，然后不然就是套装系列的，就会帮大家简单就是穿一套就出门，也不用想说我的下半身要搭什么的感觉。好，我觉得我身上这款呢是很素素的，就是素面的那个简单的休闲款，然后这种料质呢它是卫衣料质，但是不会太厚哦，所以它是都是夏天可以穿的材质，然后这款也没有分身形都可以穿 S、M、L 都没有问题的，对，因为它整件是宽松的，然后它的上衣呢是做这样子，有点微稍微短版，然后它的裙子是高腰的哦，所以呢其实穿的时候它是不会露肚子的，然后绑带的地方这边也可以做调整，对，然后它的长度呢是可以单穿，就是直接单洋装穿，是不用可以不用搭内搭的，然后是有帽子的，它有可爱的帽子，然后前面是做有点 V 吗，对，微 V 领，但是都不会太露，然后你穿这种如果你要拉斜肩啊也是非常好看，然后戴个帽子墨镜，然后搭一个这种厚底的小白鞋就可以出门咯，然后要有灰色的，待会给大家看咯，拜拜。好，我现在穿的是灰色的，其实大家都应该猜得到休闲的东西不是黑就是灰啦，但是呢其实就是都基本的，它的灰也非常美哦，就是大家不要看得到它的料质跟它的这个袖口地方，它是做有点缓折的微卷的感觉，但是不用担心说它会脱线或者是会越洗越 Q， 因为它这边有那个有线车起来，应该看得到吧。好，其实它就是一件很简单的，然后这种会可以遮肚子，那像我呢其实穿这个我可能稍微因为它裤头有造型，对不对，那个裙子的头有造型，所以我会就是扎进去，然后我现在是用全扎进去给大家看，全扎的话也是可以的，然后看你要不要拉斜肩都 OK， 对，然后其实这种简单休闲我觉得就蛮有型的，然后它的那个怎么了吗？那个标签吗？没有关系，这是我们的 logo 好吗？好，然后后面呢，我也是这样稍微遮起来给大家看。其实它裙子的地方不用担心太长太短，一样搭这个超热卖的小白鞋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鞋子真的非常好搭。然后其实像我在这种户外啊，就很适合穿这种休闲的出去玩啊，或是。就是最近去哪平常穿跟出去玩穿都 OK 的，推荐大家赶快到官网上面去购买抢购，拜拜。